盒饭都买不起了，不至于吧？啥不至于呢？他不开张，他能卖谁呀？盒饭钱没卖出来呢。没开张啊！啊！没说你买啥都便宜，开张。买啥都便宜。咱也买不起呀。妈呀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五串儿，哎，没什么玩意儿啊，慢慢找吧。工商文化的都是红玉腹面、玉猪笼，都是红山文化哟。啊，都是红山文化的东西是吧？对对对。啊。下半身有地方了。小儿书。丝杏儿竹烙的是吧？炭火。嗯，炭火。看这炉子，哎呦我操！竹香坛，张西田家厂。这炉怎么卖？一万二。哎呦喂！我手头挺好。